来的三个月，尼福德成了队上称职的中继投手，当然也经历过了许多大联盟的第一次。那天比完赛之后，我们自己球员菜鸟的位置上已经都，然后鸟队帮你配好你要穿什么服装了。对，然后当我看到丝袜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蛮尴尬的，因为我没穿过。对啊。十月底，你也回到了台湾，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焦点。不管是回母校、上通告，还是参加公益活动，走到哪儿都十分受到欢迎。然而最重要的，他还是我们那个熟悉的聂。没换头手啊，十五粒命啊，这无路用的。那就一个十五粒的生活啊。咱们吃饭没有？对啊。咱们吃饭。对啊。晚上。啊。转啊！我不要，还我转啊！转啦，对不对？转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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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来，跟我好，跟我好点。啊，你是啥东？我是啥东？哎，你是啥东？哎，我有，我有，我走进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要教也要我投手教练来教啊！你老气啦，卖得阿乱呐！哦，那王建民你保重喽。卖菜你家己好阿头。哎，要你个胆家，紧老气啊！我一卡跟你爆了哟。哦，大联盟也是我先上的，你要是教得比较好，我就变多尔衮哦。就教练还是投得不太顺呢。哎 ，no my no my， 够看一球气看麦。就还是投歪了哎。投手教练，我还是下去当总教练好了。哎，没关系呀，有些事情是讲究天分的。来，我投给你看。教练要用右手吗？对，没错，我要找一个右手的上来。阿姆丢投给你看，我不是吃饱撑着又嫌肚皮痒。就这投手教练怎么比我这总教练还要凶悍啊？除了和王建民、郭宏志这两位旅美巨头一起娱乐观众之外，聂也穿起西装打好领带，学习如何走秀做公益。是走义卖秀，所以其实有点紧张啊。然后加上各个球员都回来了，然后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啊，然后感觉蛮好玩的。模特在教我说等一下如何走台步，然后眼睛要看哪里，然后之后他打个暗号，然后才会往回走。对。尼福德，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投手。卖给你了啊，恭喜你。福德战神 ，Hockey 啊 ，Hockey 啊，5万块你直接给你怎么办呢？快二十万的价钱，对吧？谢谢。句话，我谢谢他。你要哭了？不是，就其实蛮感谢大家这样子很热心的这样子喊价。那我也是希望，就是台湾的基层棒球慢慢可以好起来。那也是需要我们一些可以努力帮助，或是一些可以捐赠的，或是一些可以成立一些基金。也可以顺便可以帮帮这些基层棒球的小朋友们，是。哎，我们福德兄已经感动了，感动了，土地公流六泪了，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感动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谢谢胡先生，谢谢。转眼间一年过去了，相信尼福德的收获绝对非常丰富。除了祝福他在新球季有好表现之外，棒球周报也会持续追踪，带给大家聂的最新消息，球迷们千万别错过。